我们还是等新角色出来再抽好了。我们先只能打外传，是不是？好吧。我都忘记我到底有没有换角色了耶。那卢卡也讲了嘛。对，应该是有啊，戴夫也讲了。戴亚很像还没的样子。塞西尔呢？塞西尔很像还没耶。海罗斯，巴特好了。巴特也看一下，这个就很有名的玛丽亚。我最近可能先把这些讲一讲吧，然后再看要做什么。然后这边有新的试炼哦。所以可以得到大量的资源，不要强制我好吗？